刺激有劲的水上极限运动缆绳滑水即将席卷公视三台。11月11号礼拜六下午3点，以及11月12号礼拜天下午1点，高雄莲潭滑水主题乐园，来自亚太地区超过60位的选手将同场竞技。喜爱滑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公视三台的2017亚洲及大洋洲缆绳滑水锦标赛。